I'm awesome.
还是我不喜欢你这个问题起真的。啊，没事，有伴上我先去。你有三个问题起真的。上我先去，刷到胸前了。哦，是吗？好多了，听说好多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。肯定还是有点，晚上嘛，肯定有，真的。电影机子再这么好，都会有这么一点，是吧？要没有光大一点，到时候那个。境外那边的话绝对不可能这样的，因为境外那边的光线还可以嘛。哎，你这几天可以了，你看嘛，就这样看的话，肉眼看的话，就有那么地方那么黑，看不到什么东西。背景就直接虚化掉了，但是现在看不到青阳宫几个字了。以前我你看那个镜头的话，直接清清楚楚了。哦。你看完现在都看不清楚。这个镜头真的绝。现在你看那个云峰，我。
Oh,
Thank you.